钱了，连香烟也没有啊。你没带钱还敢上学，就是欠揍。在我的地盘收保护费，也没问过我。杨过，你好，我叫徐志摩。杨过。不打了，该走了。别去了，这次真不是开玩笑的。你怕？你可以不去。你平时说去纹身、去恐吓，我都可以陪你去。但是你这次说去砍人，会出事的。闭上你的乌鸦嘴！我现在去办事，你咒我。我担心你啊。如果你真的把我当兄弟的话，就帮我保守这个秘密，千万不要告诉唐僧。别去了，很危险的。等我回来。